权谋，我要让天地万物都归附于我。我才是真正的皇。斗争，是我一手将你推上大清王位。没有我，你只是一个被子楚遗忘的世子。至情，寡人不会要你的命，寡人要的是你。当今天下能令我羡慕的，就只有那一个人。背叛，欧阳天有孕在身。你与丽儿之间，根本不是什么兄妹情，而是男女之爱。王公与江湖间的心机算计，张冰冰、迪丽热巴，12月22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立即转。